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电视机前的棋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顶级赛事棋牌乐。最近啊，我们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以至于影响到了我们的棋牌乐节目啊，所以我们的文评论道呢也是被迫停播了这么几期。不过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呢，文评论道将会正式恢复播出。照例我们每周二晚仍将为您带来最精彩的棋局、最新鲜的棋讯和最有趣的话题。本周现场第23届亚洲围棋电视快棋赛落幕，孔杰第三次捧杯， LG 杯棋王战冷门谍报，三大高手首轮出局，围甲联赛战罢六轮，贵州百灵一枝独秀，经典赏析王源八段继续为您讲解围棋古典名著樊玉要处总决，名局精解刘晓光九段陈莹初段为您带来围甲联赛谭笑五段与崔哲瀚九段的精彩对局。本周招商银行杯第23届亚洲电视围棋快棋赛也是在北京落下了帷幕，经过四天六场的激烈鏖战，最终卫冕冠军孔杰不负众望，摘得了桂冠。孔杰在半决赛中呢是140手就屠龙大胜了日本棋手山田圭三生九段，这个比赛呢是在8号进行的，随后呢在10号的决赛中，孔杰再次直白中盘战胜了韩国棋手白宏熙八段，成功实现了三连冠。亚洲电视围棋快棋赛由中日韩三国电视台共同举办，作为今年的主办方，我台体育频道也是对比赛连续进行了四天的现场直播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肯定。6月13号第16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也是在韩国的首都首尔拉开了战幕，第一轮的比赛中啊，我们都知道世界围棋界的三大顶尖高手李世石、孔杰、古力纷纷落马，这也是爆出了近几年世界围棋大赛中最大的冷门。其中呢，李世石是在韩国的内战中输给了朴永训九段，而古力呢是败给了老对手李昌镐，孔杰则是负于了朴正祥九段。15号呢，比赛将会进入到16强战，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16强中呢有韩国队9人，而中国队呢是占据了5个席位，另外中华台北的陈时渊和日本的景山裕太也是各自为本队保留了火种。再来看围甲联赛，6月9号金立手机杯2011年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是进行了第6轮的比赛，在一场关键之战中呢，辽宁觉华岛队是1-3负于贵州百灵队，这样贵州百灵呢是继续占据了积分榜的榜首，他们比位列第二的重庆冷酸灵队是多了一个局分。那么另外呢，辽宁觉华岛队呢是位列在第三位。六轮过后，围甲联赛呢也是天下大乱，昔日的豪门像中国移动上海队呢是仅积三分，而另外一个跌入保级圈的是上赛季的第五名西安曲江队，要知道西安曲江队可是拥有着围甲第一外援崔哲瀚啊，哎，真是世界变化快，不是我不明白，这个围甲联赛看来真的是没有弱旅啊。好，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我们还是要请出咱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他将为我们继续带来古典围棋名著《樊玉要处总决》。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各位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聊诗乡下的《樊玉要处总决》。那么每一次啊，在跟大家聊的时候，或者是在聊之前我做一点功课的时候啊，每每我都禁不住对于我们的前辈啊，想要给他们脱帽敬礼。确实是这个樊玉要处总决，诗乡下他是用文字的方式把围棋盘上一些当时他想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棋力、一些招法，因为有代表性的东西他才能够举一反三，你有的时候比方说你这个续盘阶段根据特殊情况你突然下到一路去了，然后你这个一路一扳还吃掉对方一块棋，这些属于特例例外的情况，那么要总结的时候要举一反三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多高的价值。那么诗乡下的樊玉要处总决呢，实际上是在这些方面啊做了一些很好的总结，关键是它是用文字的方式，而且呢它这个文字行文啊非常流畅，读起来啊都是朗朗上口，觉得很美。我就想说呢，像诗乡下范希平还有黄龙士、徐新友他们这样的我们的前辈的围棋人才啊，在现在是不能复制的。
我非常希望现代友人能够用那么美的文字把那么好的棋理讲述出来。好的，我们今天接着聊。那么这句话呢，将要聊的是诗向下的樊于要素总诀当中的叫真根典例度书间，立班欲战。真根典例度书间，立班欲战。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呢，同样也跟着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是这样的：料敌巨阁不敢立，唯有上班再度较甚。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哈，他说的是什么呢？叫真根典例度书间，实际上呢指的是一个相当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个具体招法，但是呢它的内涵非常微妙。诗向下给了一个结论，但是它的内涵呢需要我们来琢磨，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请大家看棋盘。现在呢我在棋盘上给大家摆了一个示意图，当然这样的示意图呢在古时候是没有的啊，这是我们可以说是近代棋当中的一个代表棋例，黑棋一个角，然后右上角左上角都是黑棋，中间白棋拆二分头了。分头完了之后，现在我们看对于白棋这个拆二的攻击呢，按照现代棋的一些理念，当然黑棋的攻击方式比较多，可是呢在过去古棋坐子棋当中呢，拆二这个棋型也是每盘都有的。所谓真根典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从二路去点它，破坏它的眼位，把它根给它撅了，真根。当然以现代棋的眼光来看呢，要攻击白棋这个拆二方式比较多，更多的呢是从上边来点，这是现代理念。这个确实是过去啊古时候他们琢磨的不是太多的地方，毕竟古今还是有诀的，有别的。那么我们单独来理解，来明白了解一下诗向下这个真根典例说的是一个什么变化呢？就真根典例就是我点的时候，当然你要走这个嘛就不说了，他直接拉回来，他已经把你根撅了，把眼位撅了，他目数也便宜了。此外呢它更黑的嘛还可以接着再长，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所谓真根典例说的就是点的时候它立，点立这个词呢是说的两招棋，黑棋点白棋立，真根典例度书间，那么这个就叫度，这个就叫间。看到这个棋形呢，可能我们这个具有相当棋力的棋友一看呢，这个脑子里会有个反应，就会发现哎，黑棋这个尖和黑棋这个度这两招棋不是一样吗？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吗？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因为你度完了之后，显然白棋是不能搬的，你搬吧呢黑棋这一拱就拱得你稀里哗啦了，所以呢它度完了之后白棋将来也就是这样的棋，总之就是让黑棋度过就完了。那么和黑棋这个尖搬再度过不是也一样吗？因为白棋这个叫吃不是先手吗？那么黑棋还是把白棋的根撅了，然后呢当然白棋再往中间来逃亡嘛，真根典例。那么为什么诗向下要用这么珍贵的篇幅来说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呢？当然我们不了解这个棋形的时候，光看诗向下这句话真根典例度书间，可能有些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你把这个棋例摆给大家一看，大家看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么诗向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就记得了，下一次我下这样的棋的时候，请大家看棋盘，我就知道这个棋诗向下说了度书间，度过不如间好，那么我们照着棋圣所指引的方式去下不就对了吗？是是对了，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呢？看上去两者一样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呢这个就和我们上一次说到的诗向下的那首诗啊，他说到的要在要从镜中参庙里啊，下围棋啊你要品这些味道，你如果这些味道不品的话那是一种浪费，就和这个诗的说法连在一起了。说到诗向下，上一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自题诗，我这还有一首诗也是从资料上找到的诗向下的诗，这是他写的这个《义理指归》在这篇著作之前写的一篇写的一首小诗，我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诗曰：以拼作引造新娟，儒雅风流胜算权，不似孙吴多诡诈，堂堂正正自天然。这也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我这么认为啊。
当然在这个诗当中呢，他是说到了叫不似孙吴多诡诈。我想呢，这个是三国啊，《三国演义》可能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啊影响太大。实际上，人家孙吴啊也不是什么诡诈不诡诈。这个《三国演义》嘛，大家都要争一个高下。而且，这三国的哪一家不是兵不厌诈呢？好的，我们话题拉回来，再看看这个棋形哈。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它当中的味道，为什么杜叔坚？那么，这个现在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渡过的话，将来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当然白棋几乎没有这个可能啊，几乎没有这个可能。那么将来呢，有可能是这样，它可能有个挖。那么诗乡下连这些细微的地方他都想到了，可见他这个确实是他这个棋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那么教池街上，也许随着时光的推移，在黑棋进攻白棋的时候，白棋这个子有可能会顺便粘上，粘上之后将来由于有这个扳，你要断，那么它就有这个力，有这个尖，黑棋这个角上就已经空了，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而杜叔坚先尖，你再扳，它再渡过，刚才所说的那种变化就不会出现了。为什么呢？你将来大不了就是叫吃它接上，它这送你一个子的这个可能性，你将来接上这些力都没有先手，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如果白棋非要抬杠，说我就要扑这个，我要腾挪自己，要多送一个，将来看能不能有力和尖的先手，几乎在任何时候你一扑它是团的，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你看你说你叫吃他提，你说我这个力和退都是先手，那你要把这个吃了，这个区别就很大了，棋子的张力就完全不同了。此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杜叔坚，如果你渡过白棋，假如用任何方式逃跑，你说我将来再把它走成这样不是一样吗？不一样，因为你先渡过，人家再一逃，您走这个就不一定走得着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许人家又再跑了。你当然走得到可能性比较大，但我说的是不一定，人家诗乡下的言外之意也是不一定，你不一定走得到，你当然是第一时间先给他固定了再说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棋形啊，再来想诗乡下对这个真根啊点力杜叔坚这么一个小小的环节，他这么注意，然后我们再一了解他的所以然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个小地方有这么大的区别。各位对于诗乡下以及范希平以及我们以前提到的黄龙士、徐新友这些前辈的棋力，我们不是由衷的佩服吗？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了解啊，樊玉要是总结这些了解我们前辈啊他们的一些思想的内涵，他们的造诣水准啊，非常非常有好处。好的，今天呢我们还是就聊到这儿吧，更多的话题咱们下次再聊。感谢王岩八段的精彩讲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棋坛大力士刘晓光九段，他将和陈莹初段一起呢为我们讲解2011年金立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六轮谭笑五段对阵崔哲汉九段的精彩对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那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2011金立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六轮，是由西安曲江队的崔哲汉九段对阵安徽宁国市政队的谭笑五段。好，我们现在来看这盘棋啊。嗯，这盘棋是崔哲汉对谭笑。对，大家都知道崔哲汉是韩国的这个有名的棋手，是个外援。那么他这次下了六轮呢是1胜5负，这个成绩不够理想，和以前他的战绩相差很多，所以这一次啊，对他也是个考验。好，我们现在来看他的棋局。好，谭笑的黑棋，谭笑黑棋，这个最初他们走的是一个模仿棋。对啊，大家都是以中国流来开。对，中国流，对中国流，这个呢，应该说是也是有人下，但是下的少，是吧？大家各走。那么模仿型的白棋它不用动脑筋开始，就是说你走什么我走什么，那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样的棋呢，给黑方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是说你走什么我跟你一样走，你怎么我走什么你怎么都跟我一样呢，就心理上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有这种下法，但是呢就是说你黑作为黑方这个棋手，他需要怎么样怎么个来控制局面，让对方变的时候不容易，不容易那个把
把他这个把局面啊走出来。那么现在就是说是这个黑棋啊，黑棋挂角，挂角对。白棋也挂角，对，刘老啊，人家都说啊，这个模仿棋啊是白棋时间上啊占便宜，但是黑棋呢总是要做出一些判断和选择。那您认为这个模仿棋是这样吗？是啊，这个模仿棋呢，它这个就是黑棋啊，你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然后呢把棋局呢走得给对方没有机会，让他抓不住你。就是说他必须得变，他如果不变的话，一直走下去呢，他是要输的。然后大家模仿到中央，这个要是这个参考图要走到很多了，得一百招的参考图，他走到中央，结果呢他是不行的，完全模仿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你黑棋呢，你必须要走得高，不能走太差。对啊，不然的话，白棋他突然间他就不跟你学了，你就麻烦了。他找，他必须要找一个中间某一个节点，他来给你变。对，这个说模仿棋要说话语比较长。那我们就是边看棋呢，然后您边告诉我们一些模仿棋的一些技巧啊。这个大家各走一个哈。对，那么黑棋呢，你要说各啊飞，那大家就一直模仿、各走一边，走到最后都往中央发展了，是吧？那现在呢，黑棋变，他给你把局面搞乱，他不给你飞在这儿了。你如果走这个呢，大家各吃一个角，然后呢再走的混乱。模仿棋就掌握一条，就是走的混乱到中央最后一招变得很大，就是那种价值变大为好，是吧？对，因为好像全局所有的点啊它都有对称点，唯一的这个天元它是没有对称点的。这个一说参考图呢，要一个大型的参考图，很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关系啊不太容易。这个呢模仿棋呢比较高深的，过去我记得在最早那时候吴清源那个时代也有过这样的棋，模仿当时是大家觉得这不可思议，当时下着那个是我记得是木谷实啊，还有吴清源呢，他们下这个时候，对方觉得这样可以模仿吗？吴清源就模仿的，当时就有这种疑问。现在呢也是可以，但是一般现在都不下的，如果都下这个的话，那我下次我跟李长浩下，我就跟他模仿。对。那您下过模仿棋吗？以前？下过、哦，但是不是太下过不是太多。我小的时候下过，后来就到了九段好像没下过了。没下过。刚学习的时候不懂事儿就下了一下。好，我们来看画，这有点长啊。对啊，他没有走这个，对，他就不学了，这时候他靠断。好。然后断掉断这个，对，黑棋立下，白棋先在上方走一个丁士。那么这个棋呢，如果不模仿继续在那个地方走，黑棋先动手，应该黑棋有利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多一手棋啊，是吧？然后白棋也飞出来，白棋飞，然后黑棋这个时候跑着来尖冲，尖冲一个，对，这个也有含义的。你如果吃的话，它贴下去，但黑棋可以满意。他走这个，如果跳，他也是贴。现在呢，黑棋如果我就跳出来的话，对，他会贴在这儿。它这个形状呢，应该说可以满意。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点利用。那这两个子就弃掉了吗？这个地方还有利用。这个地方它大概吃在这个地方，是吧？大概吃在这个地方，就算还有一些利用。但是这个黑棋是本意是这样，但是呢，白棋是走的这个，对，拐一个，走了这个之后呢，黑棋这个形状难看，但是他这一招棋呢就奏效了。怎么说呢？如果没有这，如果顶断啊，顶断掉，对，他走这个，这个时候白棋长被他一贴，这两个子就给压死了。这两个交换，你看这两个交换呢就起作用了。对，这两个交换就把白棋两个给吃掉了，否则的话。你这样走的话，白棋长出来，这个作战呢，黑棋不见得行。白棋会这么走，是吧？白棋会就这么作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靠下去呢是成立的，因为有了这两个作为铺垫，有了这两个交换作为铺垫之后呢，再靠黑棋靠下去就能够成立了，因为你顶断之后两个被吃了，刚才那样被压吃，这个地方还有余位，那个黑棋它就符合它的这个作战方针。现在靠了之后呢，白棋没有顶，他是走的这个。对，这时候是不是黑棋就是这一靠啊，白棋就没得选择了，除了这个以外，应该是这样，只好把这两个吃这个比顶要好。这样呢吃呢
还相对来说这样的白棋比那个那样的吃啊还好一点，所以说黑棋这个是有用意的，交换之后这个靠是成立的。现在这个走下来之后呢，应该说黑棋把角给吃了，我觉得形成了一种转换，成功。我觉得你喜欢黑棋是吧？您觉得呢？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结果。我应该说这个地方，也就因为是黑棋先动手，也只能是这样，是吧？也是整体考虑，也是一盘棋，嗯，一盘棋啊。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对，白棋取得先手之后呢，他也在这边，他也走这个。那么现在呢，就不同了。现在呢黑棋不走这个了，如果跨段再走一个那样，那就成为一个模仿，有可能有一些变数。黑棋没有在这个时候了，黑棋起到变化了、嗯、我认为你那个地方都走干净了之后呢，给黑棋的选择多了，黑棋就不靠了。黑靠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搬了之后啊还要断掉，哎，对，这个你大概这个还吃这个都，不管是你吃这个它可能粘这个，蒸啊蒸不掉了。哦，现在黑棋本身因为这个子有作用，它蒸不掉、嗯、所以它这个靠是成立的。哎，不管是你怎么吃走这个丁是也一样的，你这个蒸不掉，这是黑棋这么拖一个是能够成立，所以呢白棋呢不能搬，它只能是迂回了，它走到这里、啊、它先拖这个，对，拖这个，这个时候是不是黑棋也不能搬呢？如果搬再走这个，你看和刚才就不一样了。对，如果同样断的话，那哎，对对对对，这个你看，这个打这两个交换了之后，那就不对了。这一打，这叫把这个角吃了，不行，这个是黑棋不行。嗯，所以这个棋呢，一般的情况靠在这儿的时候，黑棋是不是要转换的，搬起来，哎，你就把角给对方了。嗯，这是一个。定式，这个走了之后呢，白棋必然会选择角，黑棋必然是会、啊这个必然会走成这样。这个结果来看呢，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好像还是可以的，你觉得呢？对，这边呢，我觉得这个全盘啊，我觉得是黑棋全盘、啊嗯，它这个全局的形式，因为把角是吃了，啊、角还是为大，那么这面呢走的还是挺厚。然后呢他又得先手，在这个地方点三三也是不小、嗯、步调来说还是可以，是这样吧，应该是然后白棋挡住黑棋搬、啊、这时候刘老我对于他这个搬下来有点不解，因为我觉得这边不是白棋挺大的吗、嗯、为什么他不肯拐一个呢？拐一个是定式，有这样的下吧，虎一个打吃粘上然后再抢别的，对、啊、这个是有的，这个是走定式，比如说白棋啊可以说补一个他走一个然后再点三三，这样的是正常的进行走入官子阶段、嗯、但是呢这个棋呢黑棋是搬下来的，他选择搬下来，对，搬下来就是说把控角控给黑棋，哎，他要求求变，这个棋呢这边哎应该说是一种下法，不能说一定好和不好。现在的全局啊，他的考虑觉得那个走啊，他普通走法他不喜欢了，已经。这所以这个崔哲翰呢，直白的崔哲翰，他最近的状态不好啊。从这个行棋步调啊，也能看出来，看出来不是说布局非常有利，他能走出一个特别新颖的那个自身非常有利的一个布局少。我理解崔哲翰的棋是比力量棋比较大，对啊，因为崔哲翰他有个绰号叫毒蛇嘛、所以说他擅长力战，对，他既然力量好的话，他我就觉得他总得这人总是一个均衡的嘛，下的比较狠，但是这个棋呢、嗯、感觉没用上力，你看我们看这个时代啊，一般是你如果粘上他飞了他会靠住粘上、啊、这个白棋的形状配置还是不错，但是他这个棋是谈笑是虎一个，对，多虎一路、对，往上多走一个，这样这样呢多伸一下腿，这个定式是有讲的，这个是为了破那个空是要虎在这儿多伸一路，这样你靠的话它会尖在这儿呢，这个会破目破得多，那么走成这样之后白棋打入，然后黑棋顶一个是他的先手权利，如果这样的话黑棋啊那个目这个地方啊破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本来是靠住你成空的间隔比较好，现在呢如果只顶你就单长，感觉我怎么感觉是有没有别的招，或者是飞啊，或者感觉要从那面来点特别的手段，
哎，总想来点特别的手段是什么？比如说哪招？特别的手段是哪个？对呀，特别手段总是想在这个加一个，在这个地方哦，想给黑棋封进去，哎，或者是这个也感觉不是很好，感觉被他煎出来啊。嗯，哎，总是想这个地方得有招，哎，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招数。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走一走，给黑棋飞一飞，这个棋呢，感觉白棋没有走到特大的便宜。实控损失我觉得有点惨重，是不是？这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他状态不好啊，成绩不好，他输了，所以呢，我们感觉后面事后看觉得这个棋不是挺顺，都不太好，不太顺。实际这个崔振汉很厉害，我们也不能事后这个论英雄啊。这个棋感觉上，是白棋黑棋捞的实控多，但是呢，这个棋还很早，是一个细棋局面，应该说要正常走的话，我认为还是很细。白棋没有，白棋是打入的，正常这么走走点三也是一个戏，应该说白棋现在贴七目半呢，应该说是这么下班不着急，白棋不着急这么下应该说挺好，我觉得就要是我戏那白棋，我觉得就这么下下贴目挺不容易，后面机会多，不能着急，不能着急。我觉得这是刘老在这讲棋，他说下这个，其实我觉得您如果下的话您肯定也打入，也打入实战，他就打入，对，是吧？他是先搬一个，和崔哲翰一样，走一个打入，玩力量的。上面也好一点，他这个，他这个打入这个棋啊，我们看实战啊，打入他就这么下，看看。对，然后搬一个。这个点也比较好，这个点比较好。你比如说你搬，你大概是这样搬了，他长一个，你这个跳一个，可能他是挤还先手是吧？这是飞一飞出来，这个脚上啊。还很讨厌，以后搬砖你自己做活的话，活得很委屈，很委屈。这个地方你如果多加手，这个地方一般缩压缩的很厉害，被便宜很多。这个棋黑棋这么流畅，感觉上还可以，黑棋这个形状还可以啊。这个普通大概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点被抢了之后啊，你这个两头两边作战呢、不是特别舒畅，这种打入太凶了，感觉啊。感觉太凶了，但是从心情上来讲，我觉得由于这边的控啊，实控损失比较多，所以总想从这边能有所找回。这招棋也很凶，崔哲翰这招棋很凶。你如果长啊，黑棋敢长吗？他这个大概会是这样，这样的吧，你这个我觉得是，如果脚上拿你没招的话，这个吃割掉还是挺大。以后你看这里飞进来，这个割进来还可以，但是呢，黑棋谈笑是粘上。对，这时候他就忍耐了，忍耐。他也没有压，他是扳住，然后他就尖住，走了个实战手，他是飞出来，对，应该是飞的话呢，我就断。如果不断的话，我就把这个子实战就断这个，断这个的话，白棋这个时候跳一个，一般跳这个呢是个形状，这个飞很大。如果你挡呢，我猜想崔哲翰可能会成为这样，就这么打出来，打出来，这个大概。趁你会粘上，我想 是吧？应该会粘上，应该会粘，大概是这样。你可能是要往前冲，然后呢，它可以冲了断一个。哦，冲了断，冲了断，断这个呢？你如果吃这个的话，你看这一打吃，这个棋是就把黑棋给闷住了。这个他给你，我估计他是这么给你装个套，所以这两个如果不跳不可以。这个不行的，因为这个你看这是不成立的，这一冲就连回去了。对，所以呢，他先跳一个，一般的情况可能很多人会挡的话，他会这么给你作战。但是这个时候谭笑呢，他没有这么下，他没有去挡。对，反正他可能觉得刘老会不会是挡一个，反正也有点脚，这个又不是我的控，不关键是怕打出来，这招棋成立，这招一成立的话，那你黑棋也很狼狈。那么这一打粘呢？这个放了，让黑棋白棋去飞这个，但是这一招棋的威力很大，因为它下面你看这个形状不对，黑棋白棋这个形状不对，这面的损失，但是这个头也回来了，这个谭笑还是他这个掌握这个分寸还对的，我觉得他这个选择黑棋还是对的，不能什么都要，这如果一挡这面被打穿呢，麻烦了。对，心态要平和，不能什么都要。不能什么都要，这个飞，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两个再处理啊，两个再处理，再靠这个。靠一个。对，靠这个，这是正常的一个腾挪的手段。一般的情况，你搬他虎，然后打吃他粘上白棋粘上，大概会成为这样。
黑棋靠它走这个粘上，这样的话可能是会形成这样，脚上也很舒服，把这个脚拿住，反正是这个地方给你走后啊，这都就这么定型可以了，这我这么便宜了，那面定型的黑棋可以满意，我想会成为这样，这个是个普通进行，但是白棋不肯，白棋这个崔哲翰啊不肯让黑棋这么舒服的，就有根了，还有木。对，应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多数人可能会就这么选择，完了就完了。那现在呢，他非这个把脚给取了，对，是吧？其实也同时把黑棋的根给搜了。但是你脚取了这个棋呢，搬在这儿呢，你脚取了之后呢，外边给黑棋了。你看这个棋，它虎在这儿，这不能被挡啊，挡了之后这个就死了，然后回来之后呢他补在这儿，这样呢给黑棋外面，你要脚这个棋不能说哪个好，因为从实力上白棋是便宜的，但实际上啊外面黑棋厚，你这个薄啊要小心，哎，这个转换是属于白棋抢得了黑棋的实控，然后黑棋呢走后了自己，然后白棋呢周围也变得有点薄了，白比较薄了，从应该说是两分的棋，但是呢这白棋的预计啊，他是说是什么呢，他说你给你黑棋飘上来之后，我在这儿封呢，能把你封住之后呢，这个棋呢我也走后，以后再想办法攻你，他是这么设计的。对，但是如果能封住黑棋的话呢，黑棋肯定我觉得这个就不便宜，因为他走在外面之后被白棋又走后了，他就没走。你说的对，关键的是什么呢，黑棋有妙手，哎，黑棋走什么你走出来，黑棋挖一个，对了，他关键是这一招棋他没注意，这个棋呢本来是说要如果脱先啊，白棋不加一个，对，这一加全部都收紧了，他大概是这个打吃粘上，打吃，对，白棋粘上，对，这个时候呢，黑棋如果只能收气的话，那对你可能你只能走这种之类的，反正是收气，他这全部先手，这个是个定型啊，旁边都白棋都是先手，白棋是希望走成这样的，白棋希望走成这样，就说是觉得一跳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想到